警方拘捕一个健身教练，涉嫌骗取72岁女人350万元。被捕嘅男人27岁，警方话4日前接获72岁嘅女人报案，话俾人骗去250万元现金，同埋4只价值90万元嘅名表。调查发现，女事主喺2012年一次过支付200万元，向一间连锁式健身会所购买15年会籍同埋课程。近年佢想攞翻部分嘅会费。有人以幫助女事主為名騙取佢信任，並索取金錢做手續費。警方話唔排除有其他同黨被捕。